第一个内容呢，周淑怡她的思想在哪里？啊，就是说它为什么有作用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在整个的中华文化对周淑怡的曲解。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北京连续听了两堂课，第一堂课是美国人讲的，美国人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中医，啊，他在讲中医。是一个纯正的美国人，还不是就是中华的这个华人在讲，他是纯正的美国人在讲。第一个人，第二个是澳大利亚人在讲，他讲什么呢？他讲的是自愈疗法，就是自愈疗法。那么这个自愈疗法呢，是我们这个在《黄帝内经》3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已经讲过的一个自愈疗法。实际上呢，后来以后，他讲完以后有一个。中医他提出来，他说你讲的问题在我们3000年的老祖先已经完全给你搞明白了，他感觉到很愕然。他说我研究了一辈子了，大概研究60年了，他已经78、9岁了吧，然后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跑到中国来讲这个自愈疗法，他很愕然。他说我研究了50、60年了，然后最后你给他一本书，然后给他翻译那里边的一些几句话，他就这几句话我研究了50、60年还没研究明白，那么你们这本书在3000年前已经讲明白了，可见就是中医它特别伟大。这是从我个人感受来讲，中医呢它有对动物的疾病有很好的处理办法。第一个呢，动物我们讲动物处于固定的环境，譬如说你给它一个什么环境，它就要什么环境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有固定的气候，譬如说台湾和这个福建的气候差不多，那么它和东北，那么大家有到过大陆去过，然后东北的气候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就会发生不一样的病，对吧？另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会发现就是说你什么样的饲养方式，譬如说我那个鸡，比如说架养和地面散养发生不同的病，对吧？就是它发生的病的情况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会发现它不同的季节，春季、夏季，它都不同的病，对吧？它为什么这个病有规律性的？有规律性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和人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大家会发现人的病不了根，人少没事。大家会发现人的病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是习惯造成的。你譬如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得了感冒，总是喜欢倒吊瓶、打点滴或者吃西药，对不对？那么吃西药以后，大家会发现小孩子的现在的鼻炎越来越多，对吧？然后呢，就是感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然后还有一个，有的得皮肤病，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得白斑病，就是癫一些鼻炎。一些过敏性鼻炎等等等等，实际上就是说，中医上有句话叫什么因会产生什么果，啊，就是说你原来怎么治的，然后留下了一点祸根，然后最后得到了什么的结果，这就是疾病的来源。另外一个呢，实际上与我们的饮食习惯和休息时间有很大的关系，而呢，动物没有这些因素，这就给我们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很多的简便性、方便性。对吧？你比如说雨季来一个湿，我们感觉到不舒服，身体沉重，对不对？然后呢，感觉到这个身体老是想发汗，对吧？然后湿气比较重，你这个老是感觉到胃里面不舒服，吃多了不消化，对不对？大便黏黏的，这样的话，它和干燥的气候又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动物它有很多的病，实际上是方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探讨，就是说我们光说预防和治疗，你我怎么让我简单，对不对？西药很简单，那么我什么药，我这个鸡这个猪得了一检讨有细菌，大肠杆菌，有什么支原体，有什么其他的病毒，什么病，我一分析，通过化验室，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那么你中药怎么叫我明白，你很模糊，对吧？实际上我讲过一句话，中医是简单的，它是相当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你只要看症状它就完全明白了，
对不对？他不需要你分析，不需要你化验，也不需要你干嘛，对不对？我看眼睛，我看粪便，我看他的精神，我看他的呼吸，我听他的呼吸，我问他之前用了什么药，对吧？其实很简单。我前段时间听一个就是姚美玲老师讲课，姚美玲老师江西省国医大师，他是应该说是全国500名国医大师的，中国全国500名国医大师的比较厉害的一个人，他主要治疗癌症的，是吧？他讲，他就说中医简单到什么程度？简单到呢，就是你只要看到什么症状，然后就用这一种药就可以了。实际上，中医比西医要简单多得多。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复杂的呢？第一个呢，我们从小时候就接触了西医的科学性的训练，把我们原来的思维模式完全放弃了，啊，所以说呢，那么我想到第二最后一个问题，就跟大家想谈，就是聊一聊，那么什么呢？就是我，你叫我保健，未必先把我从哪里做起，对吧？这是重要的。你这么多的方剂，中医大概有几千首方剂，那么我用哪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要用？对吧？我用的代价是怎样的？对吧？我用的代价怎么样？代价太高了，我用不起，对吧？代价还有一个呢，这个我养猪，我养鸡，我养鸭子，我养的东西，我是拿来去赚钱的，而不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值钱的，对不对？我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去保健？我如何去做？便宜不便宜？我值得不值得我去学习去付出努力？我想是再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治病，我从哪里观察我这个鸡，我这个猪有病，对吧？我想这是大家想了解的。我呢想用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给大家，就是说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想做一些分享。可能有的地方大家就是说感觉到我讲的可能比较偏差，大家来共同讨论，好不好？我想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模式。其实呢，世界文化分两个文化，第一个文化呢，就是说我们叫东方文化，对吧？以亚洲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另外一个呢是西方文化。那么两种文化基础下产生的医学，我们讲就分出了中医和西医，对吧？中医和西医，其实医学原来是同宗同源。为什么说同宗同源呢？一开始大家的文化都是一样的，然后都是通过这个他得了什么症状，然后用一些植物，对吧，来进行治疗的。其实原来中医和西医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他在没有发现抗生素之前，所有的文化都是一样的，他都是用植物来进行治疗的，对吧？那么从这个几百年前，500年前以后，然后中医和西医开始分道扬镳，分道扬镳。为什么要分道扬镳呢？他发现这个西医开始看到了一些细微的一些东西，你譬如说有些细菌，对吧？你譬如说一些病毒等等，它通过它的生物科技和电子技术，包括一些技术的发达，来看到那些微观的一些东西。那么他就开始给中医分道扬镳，通过他的解剖学、生物学来进行和中医开始分道扬镳了。那么中医呢，他也试图，中医也有解剖学，对吧？并且以后呢，他的解剖学也很发达。那么比如说我们到后来以后，他发现解剖看到的死是死的，肝就是肝，心就是心，肺就是肺，胃就是胃，对吧？肠道就是肠道。那他妈死的东西是没用的，为什么呢？活着的和死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隔离开的。那么所以说这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医看到的东西是活体，而西医看到的东西是死的东西，看到的是物质。中医更多的注重是精神，活的东西，对不对？那么他认为，所以说中医他就讲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他的思维模式完全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做动物预防和动物治疗，如果你不能从西医的思维模式转回到中医，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就是中医它特别注重一个问题，就是气的存在。
什么是气的问题存在呢？他就讲，比如说他有了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相干，邪之所斗，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身体强壮的时候，他认为当我机体强壮的时候，我不怕你有什么病毒细菌来攻击我，没问题，对不对？没问题，对吧？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他特别讲究内因的作用，内因的作用。比如说他把气运看成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外因，对吧？有气候，有环境，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讲的病毒和细菌的攻击，对不对？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呢，他认为你这个攻击我都不要紧，对吧？你病毒你细菌攻击我都不要紧，但是我身体能完全消化你，能承受着你这种攻击，那么就没问题。假如我身体都不行了，对不对？我身体都不行了，那么稍微的天气变化，对吧？稍微的细菌和病毒对它的稍微的攻击侵袭，那么它就会发病，对吧？大家会看到一个，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例子，小孩一得感冒，他发高烧，对不对？而老年人永远不会发高烧，他都是发的低烧。这是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第二个就是大家会发现小孩的感冒好得很快，对不对？好得很快。可能你吃一点药或者不吃药，他喝一点水，然后在外面转了一圈，他就感冒好了吗？好了。老年人不行的，对不对？那么就是为什么呢？小孩的身体特别棒，而老年人身体开始慢慢的这个功能在下降了，他抵抗不了它，他慢慢的这就是一个斗争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思维模式，就是中医上采取的它这个类比的整体辩证作用模式，它是这样子的。中医呢，它很简单的，简单到什么呢？你譬如说，他说一年四季，对不对？我们大概一年有四季，对吧？我每一年，大家会发现冬天的水，地下的水是不是温的，对不对？那么夏天地下的水是不是凉的？大家会发现，有没有发现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他认为地下的水为什么冬天是温的呢？是因为冬天整个的温度下来了，下到地面下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么它到春天，然后是不是人有一句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不对？然后这个春天的时候，温度开始慢慢从地上开始慢慢升起来了，把地下的温度开始上来了，对吧？上来以后夏天，然后上面特别热，对不对？到了秋天，慢慢的温度又下来了，是不是一年有一个循环，对不对？那么他认为机体也是这么一个循环，对吧？机体也是这么一个循环的。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的溃疡，比如说口腔溃疡或者是口腔溃疡，对不对？总是治也治不好，会发现我不仅口腔溃疡，我还拉肚子，对吧？我还拉肚子。他就认为这个热是总是往上走的，寒总是往下来的。人体也是，既然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肯定受着天和地之间的影响，这个影响有规律性的，对吧？那么大家还会发现，就是说我每天太阳要落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身体疲倦，开始想睡觉。到这个太阳彻底落下山的时候，人慢慢的要闭上眼睛要睡觉了。然后这个太阳开始升起来的时候，人自动要醒，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他还会发现，就这样的话，人睡觉的时候把眼睛闭上，闭上以后我会发现，那么为什么白天你睡的时间再长，夜里不睡觉还是感觉昏昏沉沉的呢？说明人体要遵循着这个一天的变化而在变化，对不对？如果你不遵循这个变化，那么逆反这种变化就会生病，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中医的它一个简单的辩证模式。譬如说他把这种辩证模式运到人体，他就取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肝代表什么？肝代表是它要给外界相接触的，对不对？那么眼睛，那么你比如说鸡猪，它眼睛的变化就代表了肝，说明肝出了问题，就是肝出了问题。那么我很简单吧，对不对？那我看到了这个鸡这个猪眼睛发红了，肝上火，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认为这个鼻腔是干嘛的？是用于呼吸的，
对不对？呼吸是哪一个器官来维持呼吸？是肺脏，对不对？是肺脏。那么他认为鼻腔总是有鼻涕，对不对？那么就是说明就是什么呢？就是肺脏出了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呢，譬如说我一看到这个喉头，中国有句话叫咽喉要道，对不对？是不是很厉害？这个病说明很厉害啊。那么他呢，咽喉要道，他认为每一个器官总要和外界接触，外界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反映他五脏的变化。大家能不能想明白这个意思啊？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看到哦，我这个鸡和鸭子或者是猪，这个下肢水肿，有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肿啊，水肿，对不对？那么哦，下肢水肿，他认为是水液的代谢失调了。水液的代谢是哪个问题啊？说明是肾脏的问题啊，是脾脏的问题啊。我喝了这水要进行消化吸收，然后呢，这个吸收不了的，或者是我吸收完的一些废气、一些杂物，要通过尿液排出去，对不对？如果我喝了这水、吃了这食物，不能进行吸收消化，是不是就直接排出去了？我们就叫它腹泻，是不是啊？腹泻，中医上讲清浊必分，清的上升，浊的下降，是不是啊？然后一些食物，我通过吃进了胃了以后，通过胃，然后通过脾脏的运输变成了血液，对不对？然后血液先传到肝脏上去，然后心脏通过心脏的水泵的打运输来输布到全身去，对不对？然后一部分食物，然后通过胃进入小肠，再进行分清，清的进行消化吸收，然后浊的，然后当成大便小便排到下边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它这么很简单的东西啊，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腹泻，就是说明我这个东西没有经过消化吸收，直接的下去了，那么这是一种病，对不对？这是一种病。所以说原来的西医有一个脾脏摘除手术，这现在不做了。他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他发现他原来认为这个脾脏是个肉疙瘩，对不对？那么我有的有脾脏肿大手术，脾脏肿大破裂，对不对？那么他认为这个肉疙瘩放上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就做什么摘除手术，发现人好了，消瘦，开始用了一两年就死亡了。那么大家还会发现西方现在开始慢慢的把这个癌症的不再进行放化疗治疗了，对不对？那么中医看得很简单，什么是癌症？癌症不就是瘀滞吗？血液不流通了吗？对不对？血液不流通了吗？特别是我们像台湾，大家会发现鸡猪容易出现拉肚子，对不对？然后一解剖肠道，有一些黏的东西，黏膜的黏性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都就开始不想吃，然后昏昏睡，想睡觉，精神不好，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台湾比较多呢？因为台湾的这个经常下雨啊，湿度比较大，对不对？那么你放到这个地上，它很难干燥，很难干，对不对？那么它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气血的运行不畅通，对吧？气血运行不畅通，一不畅通以后就发生堵塞了嘛，对不对？堵塞以后慢慢就形成发臭了，发黏了，是不是这样的？发臭发黏了以后，你即使不能把它清除出去，是不是就容易发病？对不对？容易发病，它就慢慢的腐烂了嘛，是不是？慢慢的腐烂以后，中西医叫什么？癌症，对不对？中医就讲一个问题，那我有一个办法，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腐烂的东西叫它排出去嘛，对不对？我重新给它有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排出的东西很简单，中医有一个大黄，对吧？叫荡涤肠胃，把这东西全部给它拉出去以后，重新让它建立它的重新的消化系统，那么这个就是中医的办法，对不对？于是这几年西医前段时间我在北京听课，老外讲那个，他就讲他用中医的一个小柴胡汤加大承气汤来治疗人的肺癌，他就讲这个例子，他已经做了，美国做了叫 FDA 的三期临床，大家可能你们可能了解，能到三期临床基本上意味着这个药物已经开始上市了。他为什么呢？他就利用一个原理，他读了一个黄帝内经，他说我读了黄帝
这个中国的一本书叫《黄帝内经》，这一本书他就讲说肺与大肠相表里，什么意思呢？他说那既然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是干嘛的？是排泄废物的，大便的，对不对？那么肺的东西我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大肠排出去啊？对不对？什么叫肺癌？肺癌说明已经瘀滞了嘛，对不对？已经瘀滞了嘛。然后他就通过大承气汤，然后把这个肺的东西放到胃里面来，从胃里面然后再进行排出去，或者胃的东西通过进入肺，然后再进行通过大肠排出去，它就有一个大承气汤嘛。所以说呢，我们想象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那么动物它的机体就是怎么运行的，这个其实很简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所以说中医呢，他把病因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机体自身的问题，对吧？自身健康不健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环境的问题，啊，这几年我们发现动物的疾病越来越复杂化，你越用西药越复杂化，越用西药越复杂化。反正台湾呢，我不太清楚台湾的养殖的情况。我在大陆做了十七八年了，大概做养鸡养了七八年，然后做中药大概做了十五年。其实大陆现在以后，原来它也是用西药过来的，它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原来大陆所有的西药都用过了，比如说我们讲的生产头孢，是吧？头孢赛沃、头孢曲松、头孢这个拉定等等，就是人没有用的或正在使用的西药，我们动物早就用过了。比如说阿奇霉素刚开始没上市的时候，就是人没开始用的时候，鸡猪已经用过了，已经用耐药了，对不对？于是耐药，我们单方耐药，后来就大陆开始怎么办呢？开始用复方的，比如说阿奇，对吧？我和什么什么搭配，然后呢进行联合用药，最后用了以后，发现动物的病确实治不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的流感有这个，很多的型号了 ，H9N2N3，H7S1，对不对？那么后来以后，我们的疫苗生产太多太多，对不对？然后也没有抑制住它，包括大陆前几年做的蓝耳病，后来以后做蓝耳病温中理在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大陆开始蓝耳病就搞疫苗，后来以后发现疫苗越搞越重，越搞越重，它为什么呢？它是一种多病因疾病，它有共性体感染，有其他的细菌性疾病，对不对？有其他的病毒性疾病，那你怎么做疫苗呢？对吧？后来以后，我们就这几年在中医上，我们就采用了很简单的办法，譬如说夏天雨水多不要紧，湿气重，对不对？湿气重，那么湿气首先犯哪里呢？犯脾胃，那我就解决了，对不对？大家会发现夏天人也不想吃，感觉到疲倦，对吧？胃口也不好，一到夏秋交替的就发现这个肝脏发黄，肝脏发黄。包括猪、鸡、鸭、鹅、鱼都会发现，这个鹅、鸡、猪、鸭子也会发现这肝脏发黄。哦，我们知道了，这肝脏发黄的原因是什么？对吧？原因是什么？脾胃虚弱，它的水不能及时运化出去，然后热不能及时排出去。那我有一个办法，就把这个热和湿及时排出去，它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它是呢另外一个环境，什么样的环境会得什么样的病，这就是中医讲的。另外一个呢，其实这几年我们也认识到了，包括现在以后，包括这个我听过很多的西医来讲课，他们也在反思自己的，就是西医这里面的失误的问题在哪里，对不对？你比如说他把活着的人和死的人没区别，一解剖都是这样的，一化验都是蛋白质组成的，对不对？他没什么区别，但是死的人活的人就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区别的是我肝和肾的这个关联度是这样的，脾和胃的关系是这样的，胃和大肠的关系是这样的，对不对？心和胃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利用这种整体的观点来进行预防，那么我就变得简单了，变得简单了，对吧？那么西医呢，它采用了这个杀灭的办法。你比如说，我得了有这个病毒或细菌感染，
那么是不是有炎症出现？对不对？有炎症出现，那么我有炎症出现，我肯定要用一些很简单的抗生素，像贝塔内纤维抗生素都很好，青霉素，对不对？链霉素就很好嘛，对不对？那么他把这个细菌感染给杀灭掉就可以了吧，对不对？那么你平时用这个用它来做预防，那肯定是很麻烦的，对吧？所以说我就讲过嘛，西医是用猜测的办法，利用经验的办法来进行预防的。譬如说，哦，我认为这个鸡有大肠杆菌了，或者是我通过检测，通过实验室试验来进行检测，哦，我这个鸡有大肠杆菌了。那么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全群的鸡都有大肠杆菌？大肠杆菌来源于哪里？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大肠杆菌它的根源在哪里，对吧？所以说，哦，我这个鸡有球虫了，那么我进行杀灭球虫。那么最后我用上西药以后，会发现过了几天它又来了，对不对？它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并没有找到，对吧？包括以后我们现在就是说禽流感疫苗，禽流感疫苗，那么在大陆的整个的鸡要用到4次禽流感疫苗，4次。那么现在大陆的禽流感是越演越烈，越演越烈。包括我上次看到台湾的一些仔猪发生了这个伤寒不伤寒，包括白痢，是不是？那么根源在哪里呢？对不对？根源在哪里？是吧？哦，我这个猪或者是鸡，我有病了，然后我全杀掉。好，那么你还养不养？对不对？你下次来还进行全部杀不杀吗？对不对？一切的环境都没有变。环境没有变，那么其实我这么讲一句话，从细菌和病毒的角度上来看，它必须生存。你无论是你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它，病毒和细菌永远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它不存在人类啊，对吧？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病毒早于人类，病毒和细菌早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你想把它全部杀灭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的。这个我看过一个事情，他就讲一些大陆的一些企业家到日本去，然后最后的一个节目是干什么？日本也来给他做体检，是吧？体检完以后，大陆的一些企业家都感觉到这个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了。他说为什么呢？就是日本人一检测全都有癌症，对不对？然后他们感觉到很害怕。啊，出来以后，日本人告诉他不要害怕，每个人的体内都会有多多少少有癌细胞的存在，对不对？那么癌细胞就是给两类人做准备的，他第一类人是精神抑郁，我们感觉到身体不快活的人，对不对？然后他就侵袭你。另外一个呢，生活没有规律的人，对吧？然后身体棒的人没事，没问题。所以说呢，我这么讲，就是西医最后的。他的思路就采用一致杀灭一些局部改变的思维模式。比如说，哎呦，我一看这个有球虫，那我就把球虫杀灭了，对不对？但是杀灭它这个虫体到哪里去了呢？对不对？它还存留在肠道内。那么我中医有办法，不要紧，球虫什么样的环境有这种球虫，那不要紧，我把这个环境改变了，你就不会发生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中西医呢，他的这种办法，我认为就是说，是在他的这个继发感染，我用它可以；没有继发感染，我用它是没有用的，对不对？这是西医的办法。那么另外一个呢，这几年，西医呢，他做了很多的基因的一些东西，按照哲学来讲，有最后到了一定会没有。对不对？你研究来研究去，最后一定变成没有，对不对？你分到基因怎么办呢？基因再研究下去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了，对吧？所以说呢，其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谈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中医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中华民国，这个都存在，一直存在，一直在争论。第一个呢，就是说想废除中医，
废除中医，包括我们的原来这个在193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争论，对吧？中医不行，不科学，对吧？可能大家看到过鲁迅有些文章，包括可能大家看到胡适，对吧？胡适原来以后也主张废除中医，对吧？说中医不科学，为什么呢？中医没有数字化，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好，怎么好我不知道，对不对？你说它能治病，它怎么治病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么按照西方的一些理论来解决中医的问题，他就认为中医不科学，对吧？中医不科学。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医确实科学，因为有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数字重复化的，比如说人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过程，对不对？谁能来说我再重复一次，我到了80岁以后，然后再重复到10岁、20岁，生命是没办法重复的，对不对？你能用重试验来做出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一个人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他会得不同的疾病，对不对？你能来进行重复一次吗？重复做试验吗？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我们西医用的小白鼠做的试验，那个给那个小白鼠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环境，对不对？人能放在小白鼠做理想化的生活吗？对不对？它没有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人有社会压力，对吧？有社会压力，我有这个情绪，那小白鼠没什么情绪吧，对不对？你只要每天给它吃，每天给它喝，它没有什么情绪。那么人是有情绪的，我今天和我老婆这个吵架了，我心里不舒服，那么肯定是有情绪的，情绪会影响人的在身体有动态的过程，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我们这种小白鼠做的实验是没有情绪的，对吧？那么有一个我看到过有一个做一个实验，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北欧的人得了那个抑郁症，对吧？大家可能去过北欧，很多人得抑郁症。那么有一个老师到北欧去讲课，到瑞典去讲课，他说这个抑郁症给我们用小柴胡当症差不多，小柴胡当症。于是北欧人感到很不可思议啊，他说这个我们研究来研究去之后，说你这个中医怎么一个小柴胡当就把我们抑郁症给治了，对吧？有一个人就是说他的抑郁症很厉害，然后他就开始到中国来进行研究这个小柴胡汤，对吧？发现小柴胡汤描述的症状和抑郁症差不多，于是他就开始就是说这个用的这个小柴胡汤开始慢慢的吃，对吧？慢慢吃，吃了大概半个月以后，发现小柴胡汤很好嘛，就是慢慢的就心情慢慢开始变好，胃口也变好。所以说呢，就是说中医上他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整体的辩证办法。那么从1930几年开始，我们很多的文化精英开始认为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要废掉它。但是呢，他又发现中药有作用。那么他说中医是玄学，是吓唬人的，你通过把脉，对吧？怎么知道我身体的情况，对不对？实际上它很简单嘛，对吧？所以说他认为非遗存药不对的。那么中药的根本是依托在中医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吧？你比如说我看到台湾有吃杏仁的，是不是有没有啊？对不对？有吃薏仁的，有吃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缺少中医基础理论指导，这些东西吃都有百害无一利。你比如说我们讲桔梗，可能桔梗，对不对？桔梗单吃桔梗有恶心、有呕吐的作用，有呕吐。你比如说人每天要吃10颗桔梗，那么连续吃5天，你感觉特别不舒服，还有恶心、呕吐，啊。包括以后那个小柴胡汤，可能大家这个被日本原来以后，日本家家备的小柴胡，为什么？日本居海洋气候，是吧？得肝病比较多。他后来后发现这个小柴胡，这个柴胡对肝的效果比较好，对不对？于是他这个做了很多的这个小柴胡，然后来进行吃，结果以后后来以后得了一些又得了一些肝病，
是吧？包括肝叶坏死啊，等等等等一些。后来他发现这个东西好，不行的，说中药不行的。那么又过几年，那么他又发现哦，小柴胡我进行干嘛呢？我进行它的复方提取，复方提取，哎，发现哦，它确实有作用啊，对那些肝炎，对一些这个一些感冒，对一些胃病，这些效果都很好。所以说呢，肺遗存药没有中医的基础和理论，光它的药物没有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药单体化提取的有效成分，这几年我觉得台湾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那么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我发现欧洲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譬如说，他这个欧洲现在也会发现有一个欧洲人关节炎比较多，对吧？他发现从威灵仙这个药物里面来提取一种成分，来，哎，对这个人的关节炎效果比较好，对吧？于是他开始从威灵仙提取，研究这威灵仙，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对吧？主要成分是什么东西？然后发现哦，它对关节炎效果很好。但是后来以后，他发现中国一些治疗脾症，中脾麻痹，对吧？一些关节炎、一些类风湿、一些强直性脊柱炎、一些气血不通的一些疼痛病，对吧？关节病，然后哎，用一些我们的一些方剂，效果都很好。那么他就开始拆开来研究，然后呢，拆开来研究，然后哪一个成分在起作用，对吧？他开始做临床试验，做实验室试验。后来发现，哦，有一个作用，有一个成分起作用，效果很好。那我把这个成分单体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发现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说呢，中药现代化单体成分提取，实际上是违背了中医的精神。中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它比如说这个东西加三克，那个东西加五克，那个东西加十克，对吧？所以说中医它有很多的方剂。比如说像伤寒论121个方剂里边，它有很多的方剂都是几味药放在一起。你比如说有几个方剂，它里边都含了茯苓。你比如说像茯苓大黄汤，像这个四君汤，它里边这个老外研究的比较仔细，他看到就是所有有茯苓的东西里边都有甘草和大黄。啊，大黄。这个美国人他对这方面做了整个的分析，他说原来中国人在研究的比较厉害，单体提取茯苓没有效，提取的成分一点都提取不出来，但是我在茯苓的基础上加了一点甘草，哎，他就能把这个茯苓的成分提取出来，我在茯苓的基础上加了一点大黄，他也能提取出来。最后美国人又做了个实验，最后发现我在茯苓，你不是用酸来提取吗？我加柠檬酸，发现柠檬酸也提取出来。那么他最后把中国的一些方剂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发现所有中国这些方剂里边用茯苓的一些方剂里边，没只不是有甘草就是有大黄。这就是中医的整体提取对疾病的效果。啊，另外一个呢，说中医复杂难以正确使用，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中医它就看几个方面，第一个看外观。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养殖业，猪鸡鸭鹅看什么呢？我就观察哪几个问题。第一个观察眼睛，是吧？观察眼睛，那么眼睛是否红，眼睛是否有发黄，眼睛是否流泪，眼睛是否含着泪，这都是哪个原因，那我就知道了，对不对？比如说大家会发现冬春交替的时候，这个眼睛总是含着泪，是不是这样的？那个鸡一得了感冒，它眼睛总是含着泪，然后到了春天特别干燥的时候，你这个鸡舍或者你们猪舍眼这个特别干燥，对吧？那么它眼睛会发红啊，这就这么一个现象，是不是啊？哦，我能知道它的感冒，哦，流泪说明它肝有火，对吧？这个肝开窍于目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又发现这个鸡这个猪它拉黄色的粪便，有的它拉绿色的，对不对？有的它拉黄色的和绿色的，哎，这个猪还不想吃，那说明它胆出了问题了，对不对？它胆出了问题。你想想胆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是绿的嘛，
对不对？我们一解剖后来发现胆肿，胆汁浑浊，中医上讲要胆属于清净之腑。什么是清净之腑？他们不能一点杂质啊，有一点杂质他就胆是什么？是生发的，对不对？那么所以说我知道这个鸡拉绿色这边哦，胆发烧了，对不对？胆汁出了问题。那么胆的问题在哪里呢？说明在胃的问题，说明我原来就胃出了问题了，对不对？那么我投一点健胃的药，投一点疏肝利胆的药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还要投什么大肠杆菌的药，还要投病毒的药，其实没用的，它就是胆的问题嘛，对不对？哦，我看这个鸡拉的粪便比较干燥，对不对？比较干燥，这个猪拉的这个粪便比较干燥，为什么干燥？说明它里边这个津液少嘛，水少。第一个我要注意它饮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说明它里边有火嘛，对不对？我用的大黄把它火泄泄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中医它特别简单，没有这么复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中医你观察，我冬天容易发什么病，夏天容易发什么病，它有规律性的。我反正就在这个环境中养鸡，我反正就在这个环境养猪，对不对？我在台南，哦，台南一年四季什么气候？什么时候雨水多？雨水多就湿气重嘛，对不对？那么我是地养，然后地面是要潮湿，对吧？这个鸡和猪它吃完什么趴在那里面，然后它潮湿，它你会发现那个鸡那个猪总是拉黏糊糊的粪便，对吧？腥臭样的粪便，哦，不要紧，腥臭样的粪便不要紧，它旁边有湿气嘛，有寒气嘛，有热嘛，对吧？那好办，我就一个说个，那我用大黄附子汤或者是大黄，这样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他这个中医呢，就是我养鸡，我养猪，我只要了解我一年四季我这个地方的气候特点，干燥了我就多去点去火的药，对不对？你在书上一查，就是假如你没有我给您开处方，那么或者是没有我们的药，或者是没有谁给你生产中药，你就很简单嘛，对不对？天气干燥我就注意他喝水，对不对？我注意他喝水，他喝水是不是足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天气干燥不要紧，我注意湿度嘛，我在那个鸡舍里面或者猪舍里面，我多喝点水嘛，湿度够了它就没问题了，对不对？那么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什么问题？湿气重是吧？下雨水多，对不对？我反正不能用烤箱把它烤干它，没办法的，没办法不要紧，对不对？我拿点薏仁，拿点藿香，拿点木香，对不对？去湿，你不要在书一查，哦，哪一个是去湿的？我两个三个放在一起，反正我又没那么复杂，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想象这么样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只要想象一年四季你这个气候特点是怎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机体的体质是这样，我们讲小鸡一开始包括小猪，它一开始干嘛呢？它的气管要发育，对不对？它的气管发育，它的免疫系统要发育。那么我去这个时候它易受寒易受热，对不对？它因为它这个机体免疫系统正在发育过程中嘛，还不健全嘛，对不对？还不成熟嘛。那么等到它成熟以后，好不要紧了，它要长骨骼，对不对？西医讲不能缺钙，那么钙的来源在哪里呢？它只要吃的食物能按时消化，它就会产生钙的来源嘛，对不对？因为你的饲料是营养是全面的嘛，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我要它的脾胃要好，对不对？它的脾胃要好。那么到大了以后，比如说哦，有的鸡要下蛋的，那么肯定是它的营养要全面嘛。首先它的脾胃好，对吧？我始终注意它的脾胃健康，它能吃能喝能消化，消化的好，你还怕它得什么病啊？对不对？中医上又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话呢？叫这个正气存里，邪不相干，邪气所斗，其气必虚。另外还有一句话叫避其毒气。什么是毒气啊？对不对？瘟疫来了嘛。什么是瘟疫啊？中医讲什么是瘟疫啊？他说逆就是瘟。什么是逆？
该冷不冷，是不是那样？冬天了，天给它冷了，哎，它热得一塌糊涂，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讲瘟疫啊？对吧？人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你比如说你们台湾人到东北生活，突然到东北去了，是不是容易得病？因为你适应了台湾的气候嘛，对不对？我们原来比如说有原来在四几年过来的人，然后可能有的人生活在东北，然后有的人生活在这个东南，然后来到台湾以后，他不适应这个气候，他就容易得病嘛，对不对？那就是说我要这逆就是瘟嘛，就是瘟疫嘛。哦，我今年我一看，哦，天气不太正常，啊，今年往年的雨水不是很多，今年的雨水特别多，并且雨水多，干热的时候它不热，它反而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它容易受寒，对吧？它容易受寒。那么因为这个动物它也是适应这个气候的，对不对？它不适应这个气候，它就容易得病。所以说呢，它实际上动物它。这个中医呢，它实际上是不复杂，它很简单。简单的你这样思考，就是我这个动物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它就容易得什么病。那么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往复都是这样，对不对？你比如说它生长速度快的时候，它就容易得肠道病，对不对？那么它前期它就容易感冒，对吧？我们讲流感，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时候的机体整个还不能适应外界的环境，对吧？你比如说今天28度，明天降到20度了，它就容易发病了，因为它还不能适应啊。那个小孩子就是1岁之前的小孩子，我就讲他就容易说一捂着，然后呢一冷他就容易感冒，一热他就容易感冒，对不对？一感冒他就容易发高烧，为什么呢？他生长速度快嘛，对不对？那么到了大人嘛，到了青年了，他就不怕你今天温度20度，明天15度，他不要紧，对不对？他今天穿个短，今天28度，他穿个短袖没问题，明天23度，他还穿个短袖也没问题。那小孩子就不一样，老年人也不行。那就是说，身体很重要，身体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动物是一样的，对不对？动物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在养猪养鸡，西方的一些管理手册上都告诉我们要管理好环境，要管理好鸡，对吧？要给鸡一个舒适环境。舒适环境干嘛呢？就是不能有温差，对吧？温差不能太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就是消毒，消毒干嘛呢？不就是减少细菌和病毒的吧，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减少了，明天它还会滋生的，还会滋生的。那么你只有机体状况，你自身不要紧，那我身体能抗住不要紧，那我反正这个鸡活到38天，活到42天，我就杀掉了，对不对？我就杀掉了。所以说呢，中医它其实并不复杂的。另外一个呢，有的人讲中医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医不科学。其实这一点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中医呢，它经过了3000年的历史。对吧？是几中华民族几亿人口做的临床试验，对不对？那么你比如说，其实《伤寒论》有几个方剂，第一个方剂叫麻黄汤，啊，第二个方剂叫葛根汤。比如说，我们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感受，有的人得了感冒以后，发现脖子我们的胫骨感觉很强、很僵硬，有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么我就讲，你吃一剂葛根汤，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对不对？然后有的人这个流清鼻涕，是吧？小青龙汤一用就好，对吧？就是那么简单的嘛。其实，所以说呢，我觉得中医呢，它有很另外一个呢，我想这就刚才我就为大家。谈过了这个问题，第三个想跟大家说呢，中兽医的防治疾病最重要的依赖三阴之宜。大家在鸡猪畜禽来防治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看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不同的季节，
啊，季节不同会得不一样的病，啊，你不要把西医那套，我刚才讲了，你想养好动物，想养好畜禽，一定按照中医的办法来进行养，没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一解剖，哎呦大肠杆菌，哎呦解剖球虫，你要知道这个病的来源是怎样子的，它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怎么去防治它，对吧？那么就是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饲养模式，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笼养肉鸡的，有没有笼养肉鸡，那快大型肉鸡，对不对？那大陆有笼养，对对对，笼子养，一平方养圈养，对对，圈养，它这个圈养是笼子，一平方养26只，台湾的肉鸡我不是这么养的，对吧？现在目前大陆有3种模式养肉鸡，3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地面散养，老外也是这种模式，美国、日本，包括法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德国一些国家，巴西都是地养，地面养殖，然后铺上垫料锯末，然后爆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台湾可能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对不对？那么这是一种养殖办法，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种养殖办法是网上养，就是我搭了那么高的网子，然后呢上面铺成那个带孔的网子，然后这种养殖，对不对？对对对，这种养殖大概平方大陆现在目前养了15只，还有一种笼养，养蛋鸡的跟养蛋鸡的模式一样的，然后把肉鸡装到笼子里面，然后一平方大概养26只还是8只，对吧？那么我们现在以后就发现，地面养殖得球虫病的比较多，肠炎病的比较多，而大肠杆菌病的比较多。然后到了这个笼养，呼吸道病比较多，这个它不接触地面，它反正这个病比较多，然后球虫对肠炎少，那就我就讲它不同饲养模式是不是会得不同的病啊，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季节会得不同的病，我们实际上我不知道台湾的情况，我知道大陆的情况，包括缅甸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缅甸做过这方面的培训，发现就是说什么时候的这个畜禽最难养啊？季节交替，是不是这样的？冬天到春天交替的时候难养，为什么呢？这季节交替是最难养，对不对？然后一到整个夏天，全是夏天来了，不要紧，这个可能它病就少了，然后就怕夏秋交替，冬春交替，春夏交替，对吧？秋冬交替，最难养，对吧？它的气候变化，对不对？还有一个温差大了的时候难养，是不是这样的？它说不同的季节会得不同的病，对吧？那就说明疾病有什么有关系？有季节有关系吗？对不对？那么季节是不是不同的气候特点？比如说春季干燥多风，是不是啊？那么夏季湿度大，雨水多，是不是啊？然后还热，那么形成热和湿在放出来形成湿热，是不是那个？尤其是我们地面养的猪鸡，是不是容易拉粘子粘稠的背面？那么母猪容易死胎，是不是啊？那容易死胎，那说明我没有机体没有不正常，对不对？它湿气排不出去，它热排不出去，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它不同的季节会得不同的病。那么另外一个，它不同的品种会得不同的病，对吧？你比如说蛋鸡和肉鸡的病可能不一样，还有它不同的生长阶段也得不同病。那么说明疾病与什么有关系？与机体的状况有关系吗？健康状况有关系，不同的生理发育阶段有关系。哎，有的鸡，它在那个产蛋高峰的时候，一到产蛋高峰，它马上容易得感冒，尤其是那种高产的鸡，对吧？还有的那个母猪，它一到这个怀孕以后，它就容易流产，容易出现死胎。那说明现在目前就是说，这个我们开始对这个母猪做，这就好办。死胎的原因我要分析，哦，在此之前它拉容易干的黏的粪便，说明他的体内比较湿热，我先排湿热，把他的脾胃健好。好，
用到正面观察，对吧？所以说它这个呢，还有呢，不同的地理位置而发生不同的变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东北和四川的不一样的变化，那么可能台北和台南也不一样，只要它的气候特点不一样，它就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只要知道我春季我要注意什么，夏季我要注意什么，季节交替我要注意什么，对吧？那么我在保健的时候我们知道，对吧？夏季我祛湿健脾胃，冬季我注意防寒，对不对？注意防寒，别让它冻着了感冒，对吧？那么春天干燥有风不要紧，我注意让它多喝水。秋季我说干燥我注意多喝水，因为台湾的气候特点我不是在了解它，就是说应该是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我要知道我的饲养模式它容易得什么病，对吧？你先把西医那套大肠杆菌什么病毒什么什么的那个全都扔掉，全都扔掉，对不对？那我研究它的那个特点。所以说呢，他说依这个原理，中秋可以很好的提前预知疾病。一年四季就这几种病嘛，翻来覆去，对不对？我说我们很多的专家在每年在分析什么病毒什么病毒。那么今年我做的虾药比较多，可能台湾也一样，南美白对虾，对吧？南美白对虾出现一种病叫肝胰腺坏死综合症，啊，坏死综合症。那么这个也这个是国际上最难治的一种病。后来我们西药依照中医的一些原理，我们就发现哦，肝胰腺坏死肝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肠道，主要肠道，对吧？哦，他每天下吃的比较多，然后呢下吃多以后，然后哦一下雨，然后那个水还是浑浊，氧气缺乏，溶氧都不够。哦，这个时候我在这之前，天气变化之前，我投一种药来让他第一个减少味料减少，它不差，不进行有消化负担嘛，对不对？中医上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听说一句话，叫做要想身体好，每天七分饱，对不对？这个目的是干嘛呢？就是减少脾胃的负担的嘛，对不对？那么你吃的特别饱，肉又比较多，吃肉比较多，它是不是带来脾胃的消化困难负担？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脾胃一消化负担以后，它就容易产生一些湿气排不出来，对吧？慢慢的虚弱了，对吧？为什么有的老年人他每天晚上就是说他吃的少一点，他感到哎，你看着比较瘦，感觉特别有精神，为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脾胃比较好，脾胃一好的话，肝胆就好，肝胆一好的话，他肾脏、肺脏都很好，对吧？所以说呢，他说这个原理，我们这个中秋里呢，可以很好的提前预知疾病。那么根据它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饲养模式、不同的地理位置，然后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我来进行提前来预防。那么这是在我想啊，这个给大家另外谈一个呢，中医的诊断方法啊，这个八纲辨证呢，我就不跟大家谈了，因为这是张仲景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呢，我想对中医呢，它主要是采用了望、闻、问、解剖。其实解剖，我认为作为做中医、做兽医最高明的人是看什么呢？是我看他进去，看一眼这个鸡群，我就知道你这个鸡群要发生什么病，或者是未来的几天内会发生什么病，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病。为什么说有的人哎，你这么神吗？对不对？这么神吗？那么很简单，第一个，哦，我一看，一进去，你这个鸡舍或者你这个猪舍臭不要命，对不对？不仅仅臭，还有腥臭味。哦，我知道，你这个鸡，你这个猪，要发生肠炎了，对不对？不仅仅发生肠炎，我们讲坏死性肠炎，有没有？你们知道这个病，对不对？坏死性肠炎。哦，为什么要腥？中医上讲叫寒。这个臭，中医上讲叫湿，叫热，对不对？那说明寒热错杂，对不对？那我要给你投一种药，那就好办了，对不对？中医上讲有一个叫这个黄连汤，那我投一下就好了，
对吧？那头一下就好了。所以说旺很重要。旺什么呢？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中医的一些基础上的东西，比如说眼睛是代表内脏哪一个器官，说肝开窍于目，对吧？肝开窍于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肺和皮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羽毛的颜色光亮不光亮，说明它的呼吸好不好，肺脏好不好，对吧？这是第再一个。那么还有一个说肺开窍于鼻，对吧？有的流黄色的鼻涕，说明肺热了，对吧？肺热了，然后流白色的鼻涕，可能大家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有什么人容易得鼻炎的，有没有啊？对吧？有的鼻炎以后总是到了冬天，发现鼻炎越总是重的不得了，特别容易感冒，对不对？特别容易感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为什么一到冬天容易得呢？因为冬天冷啊，是不是啊？天气冷啊，冷以后冷先犯哪里呢？肯定是先犯肺脏，因为肺寒嘛，对不对？他为什么流白色的清的鼻涕啊？说明寒气嘛，那么体内的寒气有寒气没排出来，对吧？中医有个著名的方剂叫小青龙汤，对不对？小青龙汤，对吧？小青龙有什么？有麻黄，麻黄干嘛呢？发汗的，驱寒的，发汗的，把这个寒气通过汗给它发出来，对不对？它还有什么呢？有细辛，细辛干嘛的呢？也是发汗的，对吧？驱寒的，对吧？那么它还有什么？干姜，它因为慢慢的这里面的寒到哪里了？到胃里面了，对吧？中焦，那么我把它排出来了，对吧？然后再加一个通窍的心仪，对吧？通窍，你看鼻炎老是响，擤鼻涕，鼻气不通，是不是？那我用一个药嘛，这个心仪，把这个鼻子要通起来。说中医它简单不简单？对不对？那么长期的鼻炎是不是人容易感冒？感冒的原因是什么呢？说明身体不能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嘛。那么我要加一些健脾胃的药，让身体强壮起来，对吧？所以说人就讲，大家可以，你毕竟可以试一试。到冬天，比如说你的朋友家人有个得了经常发生鼻炎的，一到冬天鼻炎就重，然后经常有清鼻涕，小青龙汤，对吧？加玉屏风嘛，就这个小青龙汤加心仪加玉屏风就好了，对不对？你用西药，今天治，明天治，今天治，明天治，越治越重，那是中医简单不简单？对不对？所以它很简单的。他说我们通过旺的办法，旺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要观察哪里，对不对？他流清鼻涕，我知道肺寒，那首先第一个康复我千万不能用，啊，你越用它越重，为什么呢？你越用以后抗生素它吃进去以后，它慢慢的以后它伤害脾胃啊，伤害脾胃啊，脾胃一弱了以后，它那个气血就是我们吃进来的东西没办法消化了，没办法充分的消化利用了，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西医上讲你没有营养了，就是它没有力气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干嘛呢？我要尽量不要用寒的药。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到了冬季，那么冬季它是不是寒冷啊？对不对？寒冷，我不知道台湾的气候冬季是什么一个气候，对吧？可能寒冷潮湿，是不是啊？那么好办，那么我多吃点姜，那么这个鸡，我拿点干姜生姜多喂一喂，对不对？我用热药嘛，对不对？你不是怕冷吗？那我多让你吃点热药，对吧？然后明天天气要降温了，我用点生姜，然后来防止降温对它影响，对不对？所以说我这个就简单了，这是第一个旺主要观察第一个，这个你比如说那个胆机的关子，机关子，对吧？然后容易倒掉，容易苍白，我一看，我这个胆机的关子苍白，然后脸色也苍白，这惨淡机，然后它的肺面还不好，它的肺面什么样的颜色呢？它有绿色，绿色特别稀的绿色，我知道它里面有寒气，那我现在什么药都没有，
我用什么呢？用干姜，用生姜，我就是两个姜，对不对？然后喂他四五天，啊，我喂四五天，我还没有去湿的药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找中医查，买本中药学一查，哦，哪个去湿的，对吧？哪一个湿呢？那说明哦，我买点苍术，哦，苍术，对不对？我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量，反正我就加那么一点点，对不对？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哦，他就慢慢的营养就好，他就慢慢关注就起来了，对吧？这是再一个。另外一个呢，看粪便。其实，无论是你是养猪，还是养鸡，还是养鸭子，还是养粪便，是它一个体质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察。你比如说，有的拉白色的粪便，对吧？它白色，光是白色的，它特别稀，说明它有寒气，对吧？那么有寒，我把中药的书一拿来，哦，我把热药用上，哪个是热药？热药多啊，对吧？干姜是热药，附子是热药，对吧？吴茱萸是热药，哎，我就得让他吃一点热药，对吧？我反正我也不懂中医，我也不懂处方，对吧？我就把它热药烧了，哦，这样的鸡这样的猪容易怕冷，对不对？那我就温度给它调一调，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哦，这个鸡这个猪拉黄色的粪便，还有绿色的，那是不是发烧了？啊，发烧了。那绿的发烧是哪里啊？是胆啊，对不对？胆发烧嘛，啊，那么还有哪里？胃啊，它的根本原因是胃啊。那我要解决，看一看哪一个是，你就看看归经，什么是归经？中医讲有归经，就是这个药物对哪一个器官有选择性的治疗作用。哦，我一看，哦，它拉绿的，拉黄的，那说明它有内热，有内热。那我就选择对肝脏、对胆囊的药物的一些中药啊，然后我不管它方剂，我先投，我试一试，对吧？我先投，它这样你就慢慢哦，它发烧，它是不是喝水多？大家会发现有的动物，它发烧喝水不多，有的发烧总是喝水，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总是喝水，那么哦，总是喝水的，说明他胃特别热，胃热。那有的他发烧不喝水，不喝水，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热，即便是有热，他也有湿气在，有湿气在。所以说，我就观察他的粪便。啊，你想预防好，就是主要观察在粪便，是吧？粪便有白色的，有绿色的，有黄色的。对吧？有黑色，对不对？那么黑色的是什么呢？那说明它有寒气嘛，对吧？它有寒气嘛，有黑色，对不对？然后跟酱油一样，是不是有这种粪便？对不对？黏糊糊的，和那种酱油一样的粪便，那么它说明它有湿寒嘛，对吧？湿寒嘛，所以说我觉得观察很重要。另外一个呢？要通过这个闻的这个方式，闻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一进鸡舍，一进猪舍，我就知道这个鸡、这个猪是寒还是热。他为什么这样讲呢？腥，有的臭味特别重，说明有内热，对不对？哎，有的一泡碱，它有腥臭味，这说明寒热都有。都有，所以说呢，中医它通过这个，它把体分为这个寒和热，对吧？寒和热，那么我怎么去分清寒，又怎么去区分热呢？对吧？你问我了，他说你告诉我怎么区分寒，怎么区分热？好，那么我们想就这个问题，你要这样能分清寒和热，那这个中医的问题你就解决一半。解决一半，那么怎么分清寒和热呢？第一个，这个他特别怕冷，
有没有哎，一进去以后他打堆儿怕冷，你最后你发现有的鸡有的猪你烧到35度它也怕冷，你哪怕烧到50度的温度它也怕冷，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包括我们人也有，对吧？你的感冒以后不能打哆嗦，对不对？不能打哆嗦，那么哪怕我捂上被子它也不能打哆嗦，哎，那就说明了它有这个它有寒，它有寒气。那么有的呢，它怕热，它怕热，拼命的喝水，拼命的喝水，这说明它是寒，它是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发现它这个眼睛发红，眼结膜有潮红，你哎把这眼睛一打开，哦，发现眼结膜有潮红。这说明它是肝胆热、心热，眼结膜是代表心的，心热，是吧？心热，啊。那么，再一个是你怎还怎么去分清寒和热呢？那么，通过粪便，通过粪便，特别稀的，那种稀的，对吧？那水，那水的，对吧？那说明它有湿，它有寒气，啊，那个大家会发现，这个粪便绿的粪便有两种，第一种特别稀的绿的，那是寒，还有一个呢，那种粪便，就是我们讲大肠杆菌，对吧？那种浓的浓的那种绿的，还有点加点点黄色的，啊，或者是红色的，那都是热，那都是热。是吧？这个通过这个呢，还有一个呢，我问，中医上有这么一个办法，你譬如说，你这个猪这个鸡，我总是用抗生素，总是支持不好，啊，你问这个主人，养鸡的养猪的，你用了几天抗生素啊？我用10几天了，你不要紧，他用了。他用的时间越长越治不好，那你好办，是吧？把抗生素停掉，啊，我给他加一点抗健脾胃黄芪，大家知道不知道，对不对？白术，是吧？陈皮，是吧？然后加点附子，加点桂枝，就是这个时候我给他加一点补的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一点热的药，温补的药，哎，他就能马上能解决了，这么简单，我问他嘛，对吧？我问嘛，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手段，我想啊，就可以把这个出行的病啊，让他解决到胃发生。而中医治胃病，什么叫胃病？没有病，我保健，对吧？有了病，它正在发生，你还正在发生。或者是没有正在萌芽状态，我用了把这个药物用下去，它马上把它解决掉。那么你用西药，它处在萌芽状态以后，它没有继发感染，没有继发感染细菌，你用它干嘛呢？就像我们一个打仗，对不对？我那个敌人还没有来了，你开始放炮，不是炸自己的阵地吗？对不对？那么当敌人来的时候，人多了你又炸不了，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任何药物你用的都要有讲究时机的，讲究时机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另外一个呢，他说正在它已经发生了，还没有变化，好，这个病只是这个侵害肠胃，还没有侵害肝胆，我把它这个病消灭到，不要扩散，对不对？不要扩散。最后我们看啊，大家可能对癌症比较了解，对吧？好，这个病哦，我们用放化疗的办法是把癌症解决到它的局部感染，不让它扩散到往外扩散，对不对？那么好，中医它这个办法很简单啊。好，你用了我发生在肝胆的时候，这个脾胃的时候，那么我不让它往外再进行扩散，我有办法扩散，不让它扩散。啊，脾胃和肝胆关系这样，我有一个做法，对吧？所以说呢，这是，就是说，通过这个办法，
就是说这个一个是他六气，六气的运动，如果是把这个东西呢大家能想明白了，我想啊，就是说至少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身体的健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了解了机体的运动的话是怎样的一个运动呢，那么我们就想我们如何保健，如何从哪里着手。西医呢和中医呢它有两个区别。第一个呢区别呢，中医是讲究活着的人或者活着的机体，因为机体只有活着，那么它的整个的身体机能才能协同发挥作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只有活着它才有气的运动，那么死掉以后它就没有气的运动。我们想象大家可能台湾也有按摩的，是不是有按摩的，对不对？也有那种拔罐，有没有拔罐的，对不对？针灸，有没有针灸的，对不对？那么这个针灸拔罐包括按摩，是不是都是解决气的血液的流通的问题，对不对？解决气的运动问题，对吧？我们想一想，就是说那么它的依据依据哪里呢？中医有个经络穴，是不是有个经络穴啊，对不对？那么经络，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手太阴经、太阴肺经，对不对？感冒，对吧？有足膀胱经，这些是不是都通过它的经络的运行来进行这的原理依据啊，对不对？那么我们想呢，这个动物或人死了以后，那个经络还存在吗？它就不存在，对不对？不存在了。所以说那么这些经络的存在，那么是有什么在帮助它运行呢？实际上是气啊。今天的图我没有带出来，这里还没有黑板，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气。我们想这个大自然是不是有一种气的存在，空气，是不是？我们讲氧气，对不对？氧气是不是这种气有不同的这个状态？譬如说我冬天我感觉到是不是寒凉的，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春天我感觉到是温暖的，这种气是不是温暖的？到了秋天是不是有点凉？到了冬天是不是有点刺骨冷啊？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一种气啊，对吧？那么这种气是谁来体现呢？谁来告诉我们的？是不是风来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大家想想，是不是风来告诉我们的，对吧？于是中医上就讲，他说风为天之使者，什么意思啊？就是风是告诉你，是老天告诉，是老天用它来告诉我们，我要变化，我的季节要更替了，对不对？冬天是不是老是刮西北风？这个春天、夏天老是刮东南风，对不对？这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用哪里来感受气的变化？是用风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气的变化，对吧？实际上，中医上讲，他说这个什么是病？太过和不及，这为病理。啊，什么是太过啊？就是说我假如我春天该冷而它该暖和，它却冷，是不是不及啊？是不是这种状态叫不及？就是说我还没达到暖和，我还处于冷的状态，是不是人就容易得病？因为这个时候人的身体，我们想象在中原地区，原来是中国大地的中原，是不是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讲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对吧？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原来中国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大部分生活在黄河两岸，对不对？于是看到他这里，我觉得他的二十四节气，我们想想二十四节气在这个中原地区是相当可靠的，
一到立春，它马上温度就变了；一到立秋，它温度就马上就变。但是台湾分别不是太清楚，但是在中原地区，就是郑州，我们像山东那个地方，对吧？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带来一个变化，气的变化，气的变化。那么，所以说，中医上它有六气，哪六气呢？有风，对不对？风，有寒，对吧？有热，风寒暑，有暑，夏天，对吧？风寒暑湿燥，有肝脏，对不对？有火，啊。风寒暑湿有湿气，燥火，就是，总之，发病的原因离不开这六个因素，对吧？我们讲，就是说，这离不开这六个因素。我们讲这六个因素，它的结合就带来了一种病，这种病，譬如说，我们讲有的人得了关节炎，膝盖水肿。有没有这种状况，对不对？有这个动脉这个硬化，对吧？有这个静脉曲张，有没有这种病，对不对？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什么？是说明血液流到这不流通了，对不对？它淤堵到这里边，对吧？我见有很多人做这个静脉曲张以后做手术，把这个筋给它抽掉，对吧？结果以后做完手术反而倒不疼了，就是麻木了，麻木了以后，结果以后还在进行复发，对吧？我们会看到西医解决了很多的病以后，它马上就复发，对吧？实际上这是什么原因？它的根本原因我们只看到了它的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它生理的变化，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这两年可能大家搞动物病，就会发现有的水肿。譬如说，肉鸡那个腹水症，对吧？腹水症，有的肾肿，有的肝脏肿大，有的心包有积水，对吧？西医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我讲，中医上，它通过气的变化，气的运动，它了解了气是怎样运动的，所以说它就解决了很多的疾病。第一个疾病，感冒。西医不如中医，我敢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个，中医他讲，他说这个用药要医剂知，什么意思啊？医剂，我给你开一副药，今天用上去了，马上就要知道这个药管用不管用，对吧？管用不管用？譬如说感冒，我突然性的发病，中医特别讲究的医剂知。今天用上去了，我就差不多了。明天再喝一顿，叫两剂一，什么意思？两剂就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三剂愈，啊，我喝了三副药就好了嘛，对不对？我感冒还要你什么吃消炎药、什么解热药，对不对？通通没有，对吧？他特别讲究，这快不快？一剂知，两剂一，三剂愈。大家有的，你要如果不相信的话，你那比如说可能你感冒了，对吧？感冒了，我感冒了，还有一个我这个颈部还比较僵硬，对不对？大家可能我觉得台湾应该这种病是经常发生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台湾湿度比较大，湿气比较重，对吧？那么你就喝葛根汤。什么是葛根汤？有葛根50克，是吧？麻黄30克，桂枝30克，是吧？白芍30克，甘草20克。你喝上去以后，然后喝用煮完以后，然后先喝多少呢？喝1/4，啊，比如说我把这个药煮完了，对吧？喝1/4，喝完以后，这1/4劲你觉得？温服下去，你觉着感觉到身体微微的发汗，对吧？你不要管了，下一边你再喝1/4，哟，身体开始发汗，不要喝了，是吧？你睡上5个小时或6-7个小时，或者睡一夜，第二天
你的这个感冒通通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并且脖子也不僵硬，是吧？脖子也不僵硬，就是说大家是这个方剂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个。那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它是通过感冒，脖子僵硬，说明有寒气。为什么有寒气呢？对吧？它这个寒气在哪里呢？说明寒气把这个表面的血液给它堵塞住了，堵塞住了，再加上有湿气，有湿气，那么好，它把这个湿气把这个血感到整个的血液流通的不足，那么我把寒和湿给它发出来，对不对？那么寒邪和湿邪把它发出来，那么它就解决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六气的运动，六气的运动。那么我想，那么气究竟在机体，它是一个什么运动状态呢？这需要大家去理解，对吧？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有时候你会发现，我胸闷，对吧？我不仅仅胸闷，老是打嗝，有没有这种状况？对吧？老是打嗝，还有一个，早晨起来感觉到想呕吐，对吧？那么这种状态是不是感觉到找西医看一点办法没有？你打嗝正常的吧，对不对？你胸闷，我一检查，我感觉到没什么毛病啊，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胸闷，对吧？哎呦，我胸痛，还有的人胸痛就这边痛，对吧？有的是间歇性的，也没办法，对吧？那西医检查也没办法。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大陆现在有一个人讲伤寒讲的比较有名气的，有名气叫郝万山，是吧？原来大陆聊这个讲伤寒，郝万山的老师叫刘度洲刘老讲这个。用伤寒的方子比较多，他看的病人基本上没有给你开十副药，基本上以七副为主，是吧？大部分最多七味药，连十味药都不开，基本上一个病人他就开个十几块钱的药，是吧？刘老看病的时候没有超过十块钱的，人都喊他刘十块，是吧？基本上三块两块，所以说很多的医院都不愿意叫刘老去看病，为什么赚不到钱了？对吧？刘老的一个学生，他说有一个病人，然后他就慌慌忙忙去找这个刘老去看，说他问他，他进来的时候，他就说刘老，我身体不舒服，他哪里不舒服？我胸痛，胸痛，说你胸痛哪里痛？他说就是这里痛，是吧？我的胸，我胸痛。他怎么痛？他间歇性的痛，受不了。后来以后，他就拿了一大堆检查单子，西医的给他检查嘛，对吧？拿了一大堆检查单子，说你看我检查，我西医检，我什么毛病没有，对吧？但是我就是胸痛，这也不好啊，他就问他了，他说你怎么办呢？你这为什么胸痛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在这十几天之前，你发生什么问题了吗？他说我呢农村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在玉米地里面，然后这个热的比较厉害，我回来以后儿子就给我买了一个冰糕，是吧？然后吃完冰糕以后很舒服，第二天就开始胸痛了。这个时候刘老说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开了两个药，对吧？中医上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叫栀子豉汤，栀子豆豉，栀子和豆豉一样10克，拿回家吃去了，然后这个人开完一看，那多少钱？5毛钱。那时候当然中药还比较便宜的时候，这时候我大概这两个方子，这两个药大概10克也就值1块钱，然后说5毛钱，他就问了。刘老，你们是不是真的去看我的病了？那你拿去吃吧。他说
你就我开了二十克，一位两位要二十克5毛钱，然后就半信半疑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以后，然后就让他老婆煮了以后，然后喝了，然后喝完就睡觉了。第二天还没有，他又不相信，坚信了今天可能不疼，明天可能疼。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有没事，第四天有没事。然后他发现这个确实，后来以后他就又去找刘老，然后说刘老，我这个手还痛吗？他说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他说你给我解释解释，我为什么不痛呢？刘老说，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本身在玉米地里面是不是热啊？对不对？这个热在哪里呢？肯定在这里面了，是不是啊？在胸部里面。然后呢，你吃冰糕以后，是不是这个凉了，把这个热给它堵住了？我栀子是干嘛的？对不对？栀子是清三角火的，把这个火给你下去，豆豉是干嘛的？散热的，对不对？你的热给散热，把寒气给散热，你还痛吗？是吧？它是利用什么？利用气的运动，利用了气的运动，啊。那么说中医呢，它特别讲究气，啊，他认为这个人的长寿，人的生命之所以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不要生气，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我看，当然我这个没有政治话题哈，啊，我看我们原来国民党那些抗日老兵，对吧？抗日老兵，那么他们都活到100多岁、90多岁，对不对？为什么？就是说我看了一本这个崔永元采访抗日老兵，当然都采访大部分是国民党抗日老兵，啊，其中有抗日老兵活到103岁。就问他，他说，就崔永元就问他，可能大家可能你知道崔永元就是中央电视台，原来有个很著名的主持人，他就采访他，就问他说你这个就是怎么去保养的，对不对？他就说我吃不上饭，对吧？然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害怕的要命，啊，害怕的要命，因为我是国民党党的嘛，啊，害怕的要命。然后就他说吃不上饭，害怕的要命。他说但是我想一想，这个贫穷和吃不上饭相对于死亡来讲简直是太幸福了，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参加过淞沪战争、淞沪抗战，也参加过长沙这个三次会战，他都参加了。然后包括那嵩山会战他也参加过，这云南人嘛，啊。他说在淞沪会战的时候，一批一批人倒下了，我的战友一批人和我老乡一批人倒下了。说如果我后退，下面有机关枪，肯定是给他死掉，对不对？那么我能坚持活下来，什么对我来讲都不重要。有人骂我无所谓，有人打我无所谓，我吃不上饭也无所谓，什么也无所谓，把什么都看淡。这就是什么呢？说明他对这个气，这个整个的气在他的机体的运行是顺畅的。是顺畅的，所以说他没有淤堵，他没有淤堵。那么我们想一想，他之所以长寿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说明他整个的血液流通，包括这个肝脾胃，它的运行是正常的，是顺畅的，是顺畅的，没有外界的干扰，对不对？就像他给崔永元讲的，他说我今天能活下来，我就是幸福的。什么物质，什么精神，对我来讲没有多大的意义，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整个身体的运动，整个机体的运动。那么我们想在养殖业的过程中，那么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发生这个身体气不运、气流动不畅的一个现象呢？我们想，我们养猪、养鸡、养鸭、养鹅。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第一个，吃得少，长得快，是不是啊？我们讲要料肉比高，对吧？哎，这是第一个，吃得少，长得快。第二个，吃得孬，长得好，是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学过动物营养，我原来在饲料厂做动物营养配方，对不对？那么作为营养师，
现在作为动物营养师，最大的一个区别，一个任务是干嘛的？我拿越便宜的饲料粮来做营养，做最好饲料，对不对？实际上这是对于营养师来讲的困难，对不对？那么现在包括我不知道台湾的饲料都用什么，这个原来我们在大陆养鸡养猪的时候用的饲料很简单，豆粕、玉米、鱼粉，就这三个，其他通通不用，对不对？通通不用。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畜禽它的健康特别健康，没发生什么病。这几年我们把美国的下脚料，大家都知道老外是不吃那些下脚料的，猪头、猪脚、猪肠子、猪肝，我们通通不吃的，他通通不吃的，那么拉打成粉卖给我们，对不对？于是我们有肉骨粉，对不对？我们有这个肉粉，于是把这些东西我们配成一个全面的营养。来，氨基酸不够，我添加外源性氨基酸；维生素不够，我添加外源性维生素，对不对？那么是不是它的带来了它的吸收困难，对吧？吸收困难会导致是不是它的脾胃就虚弱？它的脾胃虚弱，是不是它的气的运行就变得不顺畅？我们想是这样子的，他说气和气在机体内的正常运行是保证机体健康重要因素，而大自然中六气的不足或者太过是导致疾病的病理条件。气的运动紊乱是疾病发生大部分原因，了解气的运动，从而调整气机，使之各行其道，是中医治疗疾病最重要的办法。我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我们想整个的身体是不是要从你，我们讲从人，从母体开始吃第一口奶开始，吃母亲的第一口奶开始，他开始给母亲的身体的营养慢慢的割舍，胚胎的营养要用食物的营养来慢慢的取代胚胎营养，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胚胎营养，那么这个营养食物动物从他开始吃第一颗饲料开始，那么他的胚胎营养慢慢的要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后天性营养，食物营养。这个食物进入机体的第一点，第一站是哪里？是胃，是不是这样的？是胃。那么胃进入胃以后，这个食物是不是要通过胃以后是不是要先生成一种血液，对吧？血液，然后这个血液是谁生成的呢？然后中医上讲，这个胃吃来的食物要慢慢的通过胃的这个摩挲纳服要进入到小肠，是不是这样的？对吧？那么如果胃不舒服了，或者是胃它不能很快的把这个东西纳服了，是不是它就会产生不能下到肠道上去，下到小肠上去，是不是进行反方向往上来了？我们讲打嗝，是不是就是胃它的一种自动反应？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它的运行是怎样的呢？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脾上升胃降，脾升胃降，脾升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把一些营养先通过脾脏化成血液，然后藏在哪里呢？藏在肝脏，对吧？藏在肝脏上。那么藏在肝脏上，当人开始运用的时候，我们走路，当人活动的时候，它通过心脏把这个血液打到全身，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另外一部分营养，那么供哪里呢？供到这个往下来，到小肠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清，有坏有不能利用的，化为大便，对不对？能利用的又重新变成营养，用小肠吸收，是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现在
假如你这个动物的饲料它不好，它是不是在胃里面，在肠道里面的消化时间会变长，对不对？它是不是变得垃圾要开始多？垃圾多是不是就要堵塞住啊？堵塞住它，堵塞住它，如果时间长了，是不是它就腐烂了？是不是啊？腐烂了，那么腐烂了以后，这就会产生，是不是就产生热啊？就是我们讲发酵，是不是啊？发酵了，是不是它就会侵害，变成有毒的物质比较多啊？有毒的物质一多，是不是它就会产生一些炎症？这就是肠炎的根本原因，对吧？肠炎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这是在，如果是胃的胃气不下降，是不是它要往上来，我有身体它会是不是有个自动反应干嘛？它打嗝的目的是干嘛？是让那个胃气能进行下来，是不是要？如果是它不下来，是不是堵在胃里面？我们讲的肚子胀、腹胀，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腹胀，那么是不是感到腹胀往哪里胀啊？是不是感到胸闷，对吧？有人感到胸闷，我老是感到胸闷，都上医院检查，西医会检查什么？是不是检查心脏？你心脏好不好？开玩笑，心脏要不好的话，早就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中医上讲高血压，西医上讲高血压，对不对？哎呦，有人感到胸闷，西医上给你检查，先检查有没有高血压，对不对？有没有冠心病？有没有心脏病？不开玩笑嘛，对吧？不开玩笑嘛。那么中医上认为什么？哦，你的胃气不降。胃气不降的原因是什么呢？说明第一个，你经常性吃的多，吃肉吃的多。第一个，中医上啊，把舌头伸出来，你看，哟，你舌头里面有齿纹，哦，湿气重嘛，对吧？你舌体胖大，哦，你虚嘛，脾胃虚嘛，气不足嘛，对不对？哦，还有一个，我感到胸闷，他给你理气，他认为这个气的运动要在正常，对吧？所以说，这个气是这么在体内，这是第一个运转。另外一个呢，他认为这个气就像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对不对？这个高速公路的话，是不是就像有往南去的，有往北去的？往南去的你走这个道，往北去的你走这个道，对不对？那么是不是要有一个立交？我从南边，我想往北去，是不是要有个立交桥？立交桥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脾胃。那么我沟通南北，是不是沟通南北？那么什么是南北呢？这就是心和肾作用，心和肾。啊，那么它起到了一个沟通南北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沟通南北，谁来做指挥呢？谁来做指挥？那肯定是有交警，对吧？警察在做指挥，对吧？那么好，大家都在这个在中间，忽然发生拥堵了，对吧？我们把立交桥相当于脾胃，如果大家都各行其道，没问题，这个交通不会发生交通拥堵。那么现在坏了，立交桥发生拥堵了，对吧？立交桥发生拥堵，那肯定谁来忙？警察来忙，对不对？那么警察开始疏导交通，警察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肝胆，他来调节这个气息，调节这个气，就是汽车怎么跑，好，你往这跑，你往那跑，那么这个时候重新恢复交通。所以说中医有，就是利用这种办法来治疗了很多的疾病，对吧？那么首先，这就是说，他说这就是气的运动。胃，我们吃的食物进到胃里面要进行下降，如果这个时候首先脾的气要往上升，上升干嘛了？供心脏来运用，供肝脏来藏血，
假如脾脏这时候虚弱，它反而下降，它不上升，要下降，就是它该往北去的，结果它往南来了，这就是下降。那么下降产生，这就是腹泻，这就是腹泻拉稀啊，因为它营养不能利用了嘛，对不对？它营养不能进行消化吸收了，进行这个运化了，所以说它的水，我们喝进来的水，然后直接的排出去，我们吃的饭直接的排出去，这就是你们感觉消化不良。实际上消化不良的根本原因哪里？在脾脏，在脾脏，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气的运动，这个气的运动，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气的运动，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就是看到这一个，那谁最重要，对吧？谁最重要？我们从哪里开始进行具体的保健呢？这是我们想要知道，想要知道，对不对？那么首先两个，第一个脾胃健康，脾胃。那么首先我既然这个我从母体的营养过渡到后天的营养，就是食物的营养，那么首先我要让这个营养充分利用，充分消化吸收，然后把大便排出去，把小便排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它不能及时排出去，就会时间就会在肠道里面，肠道里面有热，对不对？那是不是就发生这个淤堵啊？就发生腐烂，发生腐烂是不是营养就很难利用了？在小肠里面就很难吸收，就发生我们讲的，如果是肠道这个肠炎时间长了，会影响它的尿路比，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吧？因此说，那么脾胃的健康对动物健康呢重要，首先要保证脾胃健康。有人这么讲的话，人吃得好，喝得好，消化吸收好，大便好，小便好，你管他有什么病，对不对？他能得什么病？那个鸡猪鸭子不吃不喝了，你说他没毛病才怪，对不对？你说你用什么检查，有好检查没毛病，我用机器检查，谁也是做诊断没毛病，他都不吃不喝了，还肯定有毛病，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保健，保健首先要从脾胃着手，从脾胃着手啊。我们会发现，如果脾胃拥堵了，那么肝胆就会导致肝胆不健康，就会导致肝胆不健康。为什么呢？是因为正是因为这个脾的化成为血了，化成为血，然后通过肝脏的运输，才进入到了这个心脏，心脏像一个水库一样，对不对？才进入心脏。那么正是因为胃气的下降，才有肺气的健康，才有肺气的健康。中医上特别有两个字叫营卫。什么是营卫？对不对？我们讲这个就像打仗的一样，这个谁最重要？将军最重要，那个指挥的人最重要，对不对？那么指挥的人肯定是不是有个指挥所啊？指挥所是不是外边有卫兵？这就是卫兵，卫兵是不是要功夫要好，对不对？他功夫不好，敌人来了，把你的指挥所都打掉了，你还打什么战？对不对？那么指挥所像什么？像心脏，就是心脏，对吧？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就是战争能不能赢得这个身体和细菌病毒的战争，那就看你的身体强壮不强壮，对不对？你身体强壮不强壮？那么强壮不强壮，谁来最重要？心脏肯定是最重要，对不对？啊，那么心脏谁来保护啊？那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肯定是先得有卫兵，卫兵的功夫要好，对不对？还有一个说卫兵营是什么？就是这个围绕的他这个指挥所这个房子。假如这个士兵、这个卫兵和房子之间闹矛盾了，是不是也不健康？中医上说这就是中医的营卫不和。他两人先打起来了，别人没来，他两人先打起来了，那肯定是很难保护这首脑，对不对？
所以说呢，那就是脾胃一定要两人都要健康，两人都要健康。那么他是这样子，就是脾胃健，这百病消。这句话是来自于哪里话呢？来自于中医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书，都讲过。第一个叫李东垣的《脾胃论》啊，你譬如说，现在有个大家知道，这个失眠越来病人越来越多，失眠，特别是中老年人啊，中老年人失眠，失眠以后，原来我们都讲三小仁汤治疗失眠的，对不对？那么这两年，在大陆上，很多人开始研究了，用什么呢？用这个半夏汤，是吧？用半夏汤来治疗失眠。他为什么呢？他说失眠是因为心肾相交，他才睡着的，对吧？假如这个体，我们想黑夜里的时候，是不是天地相交了，人才睡觉，是不是啊？那么天是谁来代表呢？对吧？天谁来代表？那肯定是心呀，对吧？地谁来代表？那肯定是这个肾嘛，对不对？肾嘛。那么太阳落山了，人才能睡觉。那么它不相交的原因是什么？是脾胃给它挡住了，不让你交，对吧？不让你交。所以说这一个呢，说脾胃健和百病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脾胃是气血的生化之源，是气上下运动的通道，是水火相交的枢纽，尤其对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运动，保证脾胃健康当中的这一点，我想脾胃在讲完这里，对啊，很重要的一个。脾特别怕湿，怕湿气啊，脾特别怕湿气。我们会发现夏天那个畜禽，尤其是湿度大的畜禽容易拉稀，是不是这样的？拉稀啊，并且拉稀还不好治，尤其是那种粘稠的粪便，粘稠的粪便特别难治。你用了西药，你投下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特别是，那么中医上讲，这就是湿，湿把哪给困住了？把脾给困住了，把脾给困住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你感觉到有时候身体特别感觉到，哎呦，我腿麻，是不是啊？我腿木，麻木，有没有这种现象？对吧？这是第一种现象。另外一个，你感觉到，哎呦，我身体走路感觉到腿脚特别沉重，有没有这种现象？这说明都是湿气的现象。这说明湿呢，它有一个现象，湿重，它像背着千斤的东西一样，它身体特别沉重。这就是湿在哪里呢？湿蕴藏在肌肉之间，让你肌肉气血运行不舒服，人显得身体不轻快，这就是湿。那么脾呢，最怕湿，脾最怕湿。那么脾一湿以后，它的工作能力就没有，工作能力一没有啊，它就会导致那种气血啊就不能运行了，就不能运行了。人面黄肌瘦啊，面黄肌瘦，还有一个消化不良啊。为什么呢？你吃的东西不能很快消化了，不能很快消化了。还有一个，它腹泻，这都是脾的湿气特别重。那么脾的湿气一重以后，那么我如何解决脾的湿气呢？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台湾，那么如何解决脾的湿气啊？那么中医上有几个方剂，大家可以，你可以就是说百度一下，可以查一下这几个方剂。第一个是叫四君汤，四君汤，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参苓白术丸，参苓白术，那不是术，白术，人参的参，苓是草字头加个令，啊，白，白天的白。啊，猪是算术术白术丸，
还有一个，你感到这个拉肚子，那个猪鸡拉肚子，对不对？总是拉稀，那么你可拉稀，拉稀呢，还你总特别是蛋皮拉的稀时间比较长，你用什么呢？用四菌汤加一个砂仁就可以，砂仁一个石头加了砂，加了哨，人是一人的人，对吧？砂仁，对吧？那么你用上两天就好了，就好了，对吧？用上两天就好了。另外一个呢，还会发现一点，就是那个鸡啊，那个猪啊，它拉什么样的粪便呢？黏糊糊的粪便，黏糊糊的。拉的时间比较长，对吧？那你就可以用四菌汤加砂仁就可以，就可以。所以说呢，这个脾啊，就是说湿气比较大的地方，湿气比较重的，你就健脾，健脾胃，啊，把脾胃的湿气给它去掉，它就没问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哎呦，我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台湾老下雨，老是下雨，对不对？老是下雨，我怎么办呢？大家你就记成一个叫平胃散，平，这个太平的平，胃就是我们讲的胃，脾胃的胃，平胃散。这个平胃散还有几个药，第一个药呢是苍术，这个苍术啊。它有一个好处，它的脾胃的湿气啊，它很快就能赶出去，就能喊赶出去。另外一个，它有后果，这个后果啊，它有的是干嘛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湿气以后，它消化不好啊？消化不好，是不是它就停留在这个肠胃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停留在肠胃里面，那么停留在肠胃里面，我要把这个消化不好的这个停留这些东西赶走啊，这就是后补的作用，对吧？里面还有生姜。其实我这是我第二次来台湾，上一次大概来台湾的话是前年吧，应该是前年，在台湾大概待了应该是12月份、11月份来的，我记得，12月份台湾，我记得来了大概一个礼拜，下了3天雨，天天下，尤其到台北，我后来我讲那个。有一个人唱了一首歌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说真不假啊，来了7天下了3天雨，老下雨啊，我说这个台湾湿气太重啊，湿气太重，并且我们讲，我那是12月份来的时候，这个早晨冷，中午热，下午又冷，对不对？就是在下的小雨，毛毛细雨，我想这样肯定容易得湿寒症，对吧？湿寒症啊，我就讲，我说可能这个台湾人都有胖乎乎的人多，对吧？还有我发现白头发的人多，对吧？我大陆白头发的人少，啊，台湾白头发的人我发现白头发的人多，那就说明湿气有关，湿气你不好了，可能肾脏也不好，我们讲肾虚了，对不对？肾脏不好，所以说这就属于那个苍术就很好，还有生姜，啊，这个生姜有什么作用呢？这个生姜和干姜还不一样，这个生姜把表的寒气全都给你赶走，并且以后你胸中有那个白色的痰，它能给你赶走。这个生姜实际上在我认为，第一个它便宜啊，但是大陆现在生姜大概是这个4块钱，4块人民币一斤。啊，大概这个鸡的话，1天0.1克，它就是20块钱，就是台币100块钱一斤，有没有？没有吧？有，这么贵的？啊，对吧？然后大陆现在是4块人民币，相当于大概是20元，20台币一斤。一斤的话500克，一只鸡0.1克，5000只鸡，对不对？5000只鸡。那么你经常用的话，它的湿气就少。为什么？湿就怕寒，一有寒的话，它我们讲这个地上有水是不是湿啊？那我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干嘛？用火把它烤干，火就是热的东西嘛，把它烤干，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用风干燥，是不是吹风机把它吹掉、吹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办法是拿拖把把它擦干，但是擦干有印有痕迹啊，对不对？擦干相当于什么呢？那么相当于我们讲的这个西药，对吧？它会产生炎症。那么它还有啊。那么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燥湿干燥，对吧？像苍术就是这个样子，对吧？还有一种大家会看到，有时候你下去的时候，有时候突然拉肚子，有点还有点发烧，有点怕冷，有没有这种？对不对？实际上这种是最好治的，有一个藿香正气水。我认为在夏季，台湾这个药是缺不了的。哎，藿香正气水。对，藿香正气水。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其实这都是保健的小常识嘛，对吧？藿香正气，藿香正气它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你拉肚子，突然拉肚子，包括那个鸡突然拉肚子，然后还有鸡还有点怕冷，还有点怕烧，对吧？不想吃，你就藿香正气，啊，然后用上，今天用上马上就好，第二天就好，啊，包括人也是，你不要看什么西医，也不要找什么那个，对不对？然后就是藿香正气。大概人民币也就是大概一支一毛五分钱，台币的话大概相当于大概七毛新台币，那就足够了嘛，今天用上明天就好了，这就是治疗这个病嘛，对吧？一支就可以啊。有时候你感觉到不想吃不舒服，对吧？夏天你就喝一支那个就好啊，就好，那叫藿香正气。所以说这个都是干嘛的？都是健康脾胃，健康脾胃，对吧？那么所以说呢，那么脾胃如果是不健康啊，你会发现这个如果是长期的拉稀，那个鸡啊那个猪啊它还会拉什么？拉绿便，拉黄色的便。那为什么呢？它慢慢的湿气啊，它会影响肝胆的运化，肝胆，对吧？我们讲胆汁的目的是干嘛？西医讲胆汁是帮助消化的，是不是啊？帮助消化的。那么中医上讲胆汁是干嘛的？胆是清净之府，是它是主管十二经脉的这个生发的，对吧？它干嘛的？它实际上就是帮助消化，把这个火给降到肾里面。然后让肾更加健康，重新升起太阳，是这样。那么假如胆都不好了，它逆行了，我们就讲喉咙感觉到哎呦喉痛，实际上就是胆火，对吧？尤其是大家有时候早晨感觉哎呦我早晨口渴，尤其是早晨口渴，你就一个小柴胡喝一包就好。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早晨是不是相当于一年四季的春天啊，对不对？春天绿油油的植物开始发芽了，对吧？所以说呢，如果脾胃不好啊，那么他的肝胆就不好，肝胆一不好，他的心就容易上火，心火一不好，然后肺脏就容易得呼吸道，肝胆一不好就容易得呼吸道，就容易得感冒。那么我们想感冒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那说明第一个脾胃虚弱了，营养消化不良，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由于脾胃不好了，肝胆容易上火，它就导致肺脏不好，肺脏一不好，肯定对外界的环境的气候的适应就差，这就是我们讲的流感，对不对？什么是流感？哎呦这个鸡发烧，哎呦这个一检测，哎呦什么流感，它的根本原因就是脾胃，脾胃不好了，然后肝胆不好，肝胆一不好，那么他是这样，他说脾和肝，由于脾的气血上升，通过肝脏运输，然后胃气下降，通过胃气下降，然后才能肺脏才好，
如果脾胃不好，那么说明营和血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都没有的话，肯定是这个敌人一下子就把你们打指挥所攻掉了，你这个仗还怎么打？那肯定就马上我们就讲流感了，对不对？就讲流感了，然后一检查，哎呦，什么什么病毒，什么什么病毒都来了，这就是流感根源，这就是流感根源。所以说，我们那么好，我们健康的想保护这个动物健康的，首先要保护它，保护脾胃。那么保护脾胃，我们用什么来保护它呢？对吧？用什么来保护它呢？好，我就用四君汤，四君汤。那么湿气重的时候，我就用四君汤。如果是下雨水多的时候，我四君汤和什么？和脾胃散放在一起。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好，我用个几天，我用个五六天六七天，然后再停个几天，我用五六天六七天，我再停个五六天，用五六天六七天，量越小越好。把整个的方剂加起来用多少克呢？用0.05克或0.1克不够。啊，我想台湾哪怕药材再贵，一天大概人民币是0.1分钱，台币也就是0.5分，对不对？五分，对吧？那么你用起来的话，那么整个就是10天用5天好，对吧？大概是5毛，对不对？哦，用2.5毛，那么你就是猪，我叫你一个月用个几天，用个大概10天，对吧？隔5天用10天，一个月用10天大概多少钱？5毛台币。对不对？5毛，就是1块钱台币，一块。那么你用，我叫你养一年，12个月用12块钱台币，他就会健康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脾胃健康了，他没有拉稀了，他湿气少了，对不对？如果他不下雨不要紧，那我把脾胃散去掉，他更便宜，啊。所以说健脾胃，大家只需要记住三个方剂，第一个方剂四君汤，第二个方剂生命白术丸。那么好，这个猪拉稀了，它还拉稀，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拉稀怎么办呢？我在四君汤的基础上加砂仁，加2天就好。那么砂仁是干嘛的呢？是温脾的，温脾止泻的。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开过这个越南市场。这个可能这里应该是台湾的气候和缅甸应该是比缅甸应该说是凉了一点点，缅甸常年的温度最高时候达到42度，没有春天，没有冬天，冬天大概是10几天的时间，我第一次去缅甸的时候，大概当时我没有药品过去，啊，后来以后缅甸人不相信，他说中药不行的，啊。因为我后来发现哦，缅甸养的蛋鸡啊，他都把那个蛋鸡场建在哪里呢？建到山高的地方，就哪个地方高，我建到哪里。他后来我发现，他和我们大陆的那个鸡舍还不一样，大陆是封闭的，它是敞开式的。它敞开式的呢，它是把这个笼子建这么高，对吧？建这么高，它为什么建这么高呢？因为它不像大陆，它有那个机器出粪。哎，它是人工出粪的，人能进去，然后刮出粪的，对吧？然后它还建到山上，哦，我发现它那个蛋鸡总是拉稀，对吧？因为这个缅甸养蛋鸡比较多，包括它那个猪也总是拉稀，一拉一个月两个月，啊，他们拉也没办法，啊，后来以后我就因为这个砂仁大部分出自于云南和缅甸嘛，是吧？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如果不相信中药，我告诉你一个药，他们讲的什么药？我说砂仁。哎呦，砂仁，我缅甸遍地都是了，对不对？大概缅币的话，1万缅币相当于我们65元人民币，大概他现在是大概40多人民币1公斤，啊。后来以后我说每只鸡0.1克，用3天拉稀就好，他们都不相信啊。对吧？开玩笑，对吧？结果，有一个台湾人叫黄志猛，
他是台湾人，他在那个缅甸呢，每秒养鸡，大概养10万。啊，他说张总，我先用，哈哈，那我先用，啊，或者我你用试试。他这个用两天以后鸡就不拉稀了，就不拉稀了。他说为什么？这什么原因？我说你要想这么一个道理，为什么拉稀？他说不能消化了，对不对？为什么不能消化？我说你看你的鸡场建是不是建到山上？对，建到山上，因为缅甸老下雨嘛，对不对？缅甸老下雨，我不建到山上以后，它就雨水多，它就把我的鸡场淹了，对吧？我说建到山上有一个坏处，它有什么坏处？我说你看你这个是不是这个笼子离地面有1米多，对不对？是不是你白天温度高，晚上肯定有温差嘛，对不对？那么鸡是不是都站在那边，对吧？站在那边是不是肚皮露在下面的，对不对？那么肚子下面是什么？肯定是脾胃嘛。我们讲，我们要睡觉先下前睡觉的时候要盖被子，盖到哪里？盖到肚子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别让它受寒嘛。就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对不对？那没有人说我把被子盖光盖脚，光盖成脚不盖肚子，对不对？然后他这个风夜里受凉风吹到哪里？可能吹到肚子，然后说明他脾胃受凉了。那么杀人，你查一查，中药上讲叫温脾止泻。啊，温脾是什么？说明脾受凉了。哎，那就用2天就好了。那现在以后啊，后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给他慢慢通过这个教导，开始慢慢的供应中药。我们现在大概一个月能交18-9万、20万人民币这个样子。啊，包括从缅甸我们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印尼那边，都和我们台湾的气候差不多。啊，那一个都和缅甸、泰国和缅甸接壤了。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缅甸，然后泰国这么大，我们竞争，他们呢把西药给我们竞争，现在老百姓都不太养的都不太相信他西药了，对吧？不太相信了。然后就这么一个事例，哎呦，原来我缅甸这么简单，对吧？后来以后我就缅甸。他那个口痰多，他吃那个石膏槟榔，他们没哎也知道啊，他口腔溃疡，因为口这个槟榔是干嘛？是化痰的嘛，对不对？化痰的嘛。后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这个不能吃槟榔和石膏的，石膏为什么？石膏它虽然说有这个有解热的作用，对吧？但是同时它有腐烂皮肤的作用，你容易得口腔癌。啊，他们讲啊，对，我们缅甸的口腔癌特别多，对吧？我说化痰，痰来自哪里啊？肯定来自于脾胃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看这个东北人、俄罗斯人他痰就少，那么热带人他的痰就多，说明他脾胃虚了。中医上讲叫脾生痰，是吧？脾虚生痰，你会发现这个鸡总是这个腹腔。和胸腔有没有白痰？我们讲中西医叫什么叫支原体，是不是这样的？西医叫支原体，那么说明他的脾胃脾虚了嘛？所以说呢，这个是脾胃的健康。所以说我们那么中医上，它这个保健的起发点，这个起点就是脾胃，起点就是脾胃。那么我们用脾胃的话，你就很简单，我就用三个方剂。那么如果是哎，这个鸡啊，这个猪啊，它还消化不良，是不是有这种消化不良？就是消化不良，那怎么办呢？我就用参苓白术丸嘛，对不对？参苓白术丸，然后进行治疗消化不良，然后用几天，它就好了，对吧？所以说呢，这是中医上它的那个在。另外一个呢，就是动物的感冒。这个动物的感冒，实际上，流感，全世界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难解决的问题。反正，在整个的，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我已经做动物做了20多年。先搞肉乳鸡，然后搞商品蛋鸡，搞商品肉鸡。然后做中药，我学中医学了18年，可以说中医经典大部分都读过。原来我这个一开始读中医的时候，读得晕晕乎乎的，然后也不太相信它。
啊，我今天还讲这么一句话，在任何场合我都讲，我说现在在我们中国人学中医的人大部分是有病的人，是不是有病？自己身体有病，对不对？然后找西医看不好了，然后就慢慢的相信中医，然后就相信中医以后找不到好的中医，就慢慢自己学，就这样，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呢，在整个的动物的流感大概在大陆的是发生最早的时间是1993年，当时这个在广东的白云山机场，新长安教授，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新长安教授发现了大陆第一流感，第一流感。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陆的生产了很多很多的禽流感疫苗，那么可以这么讲，当然这个话我们这是不是官方讲，对吧？可以说很严重，很严重。那么为什么呢？我到缅甸，其实我们这两年做缅甸市场，包括东南亚市场，我们也深有感触。这个越南的流感也比较严重，那么它也是大陆带过去的禽流感疫苗，实际上也没有防护，没有防护。我是这么讲，从西医的角度来看，那么它是一个这个病毒，那么我们想，它这个病毒有了我才能做疫苗，没有我们从哪里做疫苗呢？但是禽流感它的变异又特别快，对不对？我讲世界上再好的数学家也不能预算推算出来它到底是怎么变异，我们提前做出疫苗很难很难，没有，对不对？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对吧？我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就讲，来，你做这个禽流感疫苗，你告诉我哪个亚型，对吧 ？H1N 几型？好，你怎么知道我的鸡、我的鸭子、我的鹅是发生了这种型号？你做的 H1N2 或者 H1N3 或者 H1N5，那么或者是 H9N7，那么只是针对这个亚型，我的鸡、我的鸭子、我的鹅，你只是用统计学的概率。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用统计学的概率，大概90%是这个情况。那么我是你，我可能我在群鸡，我在群鸭，可能是你在90%以外，就在10%，是不是这样的？那么这10%对于你是10%，但是对于我来讲是100%。所以说我接种你这个疫苗，可能是没有作用，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不对？它的变异速度太快，所以说。这个我就讲，那么既然用西医的办法不能很快防护，那么我们讲中医是不是有作用呢？中医是不是有作用呢？那肯定有，对吧？中医肯定有的。前几天我听了那个，还是讲姚美女老师，她讲，她说一切疾病简称感冒体，简称感冒体。她因为这个姚美女老师啊，可能你搜一下，百度搜一下，会看到他的简历。姚明老师擅长治疑难病，并且他还擅长治癌症，啊，特别擅长治癌症。他的癌症，他的理论是在哪里呢？他说，一切的病都有因，才能结到今天的果。他的因在哪里呢？感冒。你譬如说白癜风，你譬如说这个老年的哮喘，是吧？你譬如说。这个鼻炎实际上都是感冒没有治好，你比如说他就讲这个肾脏病，积水，包括肝脏的病都是积水，这些都属于感冒的。那么感冒没有治好，这个邪气没有排出来，没有及时的减掉，那么它隐藏到一个地方，这就是你发生其他病变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所以说呢，他说感冒，那么动物作为动物的感冒是一个什么病呢？对吧？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感冒有的产生呼吸道，有的不产生呼吸道，对不对？那么有的是
产生拉稀，有的不产生拉稀，有的产生出血比较快，有的不出血。那么所以说呢，它的感冒是以外感邪气和内伤机体正气的一个疾病，外感邪气和正气强烈的矛盾斗争，贯穿了整个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他说，你譬如说，那个冬天比较寒，那么肯定是寒邪，对吧？寒邪当身体不足以抵抗它的时候，那么它就开始寒邪想侵犯机体，那么机体开始慢慢的斗争，对吧？斗争以后，所以说张仲景在这个《伤寒论》里面写说，感冒七天好，说太阳病以七天就好，太阳病。他说，如果是你七天不好，14天，14天不好，21天，21天不好，变成坏病。坏病是什么？那说明它变化了，对吧？他说，感冒由太阳经传遍六经，传遍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再传遍了，没有办法再传遍了。说他每一个整个的伤寒论，整个的伤寒论，那么它都是治疗感冒的病。譬如说，大部分其他的这个药方都是治疗的坏病，都是治疗坏病和兼症。譬如说麻黄汤，麻黄汤就是治疗感冒的，啊，治疗什么呢？他说这个头疼，啊，四肢酸痛，啊，四肢酸痛，那么有头疼，还有感到四肢还酸痛，对吧？那么这个他就是用麻黄汤。那么这个时候他还告诉你，他说颈这个项背棘体，什么项背棘体啊？就是脖子和背部感到僵硬，那么葛根汤，在麻黄汤的基础上加了葛根，加了葛根，是不是就是兼症？我现在四肢酸痛，还头疼，还有这个颈部和背部还疼痛，还僵硬，那么就是加了葛根。所以说呢，它这是一个那个外感邪气和正气。我们如果是能了解我季节的变化，能了解季节的变化，我了解我这个动物的体质，我体质是健康的，我就不要怕，对吧？我就不要怕。好，这个疾病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先观察，啊，喝水多不多？喝水多说明内热，对不对？那喝水还不多，然后呢，有点稍微怕冷，哎，那不要紧，我就麻黄汤，我就百度一下，麻黄汤，我擦，沾点就好了嘛，对不对？哎，这是这里说疾病的发生过程出现了血瘀、出血、寒饮、水肿等，都是感冒发生过程的正常反应。而中医对于感冒的防治效果明显高于西医，具有西医无法比拟的优势。实际上，在这点呢，因为这个感冒，我想预防感冒。那么我们想，先不要治疗，你先预防，怎么预防呢？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实际上，动物的很多的疾病都是感冒导致的。那刚才我就讲了，脾胃好，身体强壮，是不是它就对感冒的、对外界的环境适应能力就强了？对不对？对外界的环境适应能力就强了，它就不容易得感冒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那么我刚才讲了，那么首先我们预防怎么预防？要脾胃健康，就是我讲的那三个方剂，啊，四君汤、参苓白术丸，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平胃散，那三个方剂，对吧？那三个方剂。雨水多的时候，我就四君汤加脾胃散；没有雨水的时候，我就这个拉稀的时候，我就四君汤加砂仁，对不对？那么还有消化不良的时候，我就参苓白术丸，就这，对吧？啊，所以说这是它的预防。那么还有一个，那么冬天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好办了，生姜，就一个生姜，对不对？如果是你感觉到哎呦生姜还不行，加一个大葱，把葱叶拿掉，叫葱白，啊，葱白，然后剁一剁，
对吧？你也不管多少，然后剁一剁，加点姜，我就经常性的喂喂猪，喂喂鸡，它就不容易感冒，不容易感冒啊。那么夏天最容易犯，夏天怎么办呢？它这个还突然腹泻，我就刚才讲了，就是藿香正气，就是藿香正气啊，就那么简单，预防感冒。我觉得台湾关键的是你抓住一个湿气就好办了，抓住一个湿气就好办了。这个是感冒，这是感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谈那么一点，因为谈多了呢，这个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大家呢，只要记住脾胃，我们预防和治的预防疾病就是围绕着脾胃转。围绕着脾胃，那么脾胃呢，重要的是湿气，最重要的是湿气。那么湿气呢，给大家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方，就是平胃散，平胃散，另外一个预防感，另外一个呢，就给大家在实战操作中就给大家几个方。第一个呢是平这个四平汤，第二个是平胃散，第三个是参苓白术丸，第四个就是用点生姜，有寒气。还有一个四平汤加砂仁，还有一个呢就是藿香正气，藿香正气，实际上呢就这一点。另外一个呢，给大家说，有大家还可以记一个方子，叫小青龙汤，小青龙汤。这个小青龙汤它有几个变方。如果人有鼻炎，有清鼻涕，我指清鼻涕哈。小青龙汤加什么呢？加辛夷，加和苍耳朵，大家可以记辛夷，辛苦的辛，夷是这个蛮夷的夷，辛夷。另外一个呢，苍耳朵，是苍天的苍，耳是耳朵的耳，子是儿子的子，孩子的子，苍耳朵，加这里，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什么呢？苍耳，再加一个什么呢？再加一个玉屏风，玉，美玉的玉，玉石的玉，玉石的玉，对对，美玉玉石，玉屏屏风，屏就是我们讲这个屏风，对，玉屏风。玉屏风，这个是治疗鼻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我只流清鼻涕，流清鼻涕。如果是鼻炎流黄鼻涕怎么办呢？是吧？那么你就把在这个基础上，是吧？在这个基础上加什么呢？加这个鱼腥草，鱼腥草和黄芩，鱼腥草和黄芩。黄芩，黄大黄的黄，黄色的黄，芩是草木加个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再加两种就可以了。实际上，蛋鸡的，我认为在台湾的蛋鸡的鼻炎比较多，鼻炎比较多，实际上就这一个，流清鼻，看流清鼻涕和黄鼻涕，那么流清鼻涕就是那一个。流黄鼻涕就是加上这两个清热的药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试一下。治黄鼻涕是那个小青龙加那个加那个黄芩、苍耳子、加辛夷，还有一个那个玉腥草，黄鼻涕。那说明肺热了吧，是吧？就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因为说实在的，就是我学了这么多年中医，我现在很少用西医的办法，除了我用西药就是消炎，青霉素，用点青霉素，很简单，哪一个简单用哪一个，它无非是消炎嘛。大家想想，还有白糖内酰胺药物、消炎药在，对不对？所有的这个好的药，那一个贵的药，都是商业炒作的结果，对不对？
因为西药厂没有新药怎么赚钱，对不对？没有新药怎么赚钱？所以说，我说我们用西药的目的无非是消炎，哪个消炎最好？而它那个现在药又便宜还又好，那消炎最快，还有比清瘟的效果再好的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里大家可以试一下中药。好，李医生，我今天就给大家到这里，好不好？大家给张教授。邀请那个天一药厂的主人家，就是张桂坚总经理，到我们现场，刚好赶回来，给我们大家互动一下。好，我们大家拍拍手。张总、吴医师还有各位，欢迎大家。刚刚张总，我们大概是已经有三四年，我们跟张总有共同为一个给鸡治疗鸡的鸡，我们也拿了台南市政府那个一个叫 SBI 啊，其实效果很好。可是我们现在比较头痛的就是成本太高，因为我们发觉鸡里面蛋鸡里面很多抗生素，所以我们做了大概跟市政府做了9个月的共同做一个实验。你知道那个一般肉鸡哦，我们总共有四个不同的药剂，那个肉鸡每一只大概它大概是我记得是45片还是50片就可以吃的那一种，每一只都快半公斤的，所以那个算起来多的，就是每一只多了大概50，那个应该不是，是多50克朗，不是半公斤，50克朗是不是？我忘记，因为已经2年，每一只都有多。再来，死亡率是真的有降低。再来，那个蛋鸡，因为蛋最主要，鸡最主要都是那个上呼吸道，所以最重要来讲，我们做出来那个实验的效果是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张总这边有合作做的台南市政府的一个专案。那我们觉得禽类，尤其是经济型动物，在尤其在食物链的因素，所以我们觉得中草药对于禽类，我觉得应该是未来性很有，可是就是要大家有共同的概念。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够来莅临天一药厂，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共同探讨关于经济型动物的这些用中草药去治疗经济型动物这个一些。谢谢大家哦。接下来我们就颁一个感谢状给那个张教授。等一下，因为他再传过来给我。这几天下大雨，所以人来了比较方便。对。啊，这个有投影。哦。开灯照相。有投影，有点暗。太暗了，有点暗，灯要。我要看一下。可以。好像我们楼下都这么暗哎。对，这样好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啊，这样好。啊，好。来。陈总来啊。啊。不行。这个。接下来我们就颁结业证书。好，那个依照那个号就是004的那个张进德，张进德，来，老师来颁。这样子太亮了，那个遮到。哎，对。好，来。好，005那个纪院长，开中。接下来就是006的专务医师。好的。我们现在中药
刷五期，谢谢。好，那个您期待的要建华，就应该什么长多少？长多少？三年才开始，全部差不多三百五千，签了五六千。现在大家都用啊，用聊天的话。好，吉林八纳的张平旭。是的，我们店里面在忙活。好，零零九那个叶中道先生。我是你，你我跟你都不我叫我们的机器比较快。现在就是哇，好多啊！那是那是我们，谢谢。